不过最近汽油价格越来越贵，不得不开车该怎么办呢？因应高油价，现在有车厂推出了安全还有这个节能驾驶训练营的活动。你们根据统计，只要养成节能的驾驶习惯，大概可以省下25%的油耗，也可以有效降低废气还有二氧化碳的排放量。